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周。咁啊，今日又嚟同大家嚟开箱啦，吓咁啊，又分享几只嘢啦，吓咁啊，首先吓有一只啊，超四啊，又系啲好旧嘅系列嚟噶啦，啊，你中意瞓就瞓啦，吓跟住就 WCF 啊，嗰个超人水篇啊，好似系啦嘅奶嘴比达啊。咁啊，呢套我等咗好耐先有单买揾到啊，即系正常价啊，唔系特别贵啊，95蚊啊，即系特别贵嗰啲咧，即系例如喺啲嗰啲赌场区啊，或者八百半嗰啲咧吓，即系卖百几蚊嗰啲咧，嗰啲我见到我都唔买啊，死都唔俾你赚啊！咁啊，日版嚟嘅啊，咁啊，跟住就系一只扭蛋，呢只系嗰个 VS 系列啊。啊，即系阿 Leo 所讲个邪神系列啦，啊，比之舵嚟噶，男神比之舵系啦，超男比古洛，咁我哋就开咗个唔使开嘅先啦，啊，就系你啦，就系讲紧你啦，吓，咁啊呢只咧，我就喺嗰，那个天神村啊，啊天神村嗰度，咁啊嗰，那个嗰，那个全壁花园天神村啦，啊，即系同样地都系啊，都系一个肥仔老细啊。咁啊，买呢只嘢嗰阵时咧，佢嗰度系未标价嘅，型啦型啦，真系吓。咁啊，嗰阵时佢未标价啦，咁我哋即系原本我同阿 Leo 过去咧，就睇中咗几只嘢咁嘅，跟住佢就话啊，迟下会标价噶啦，你哋迟下过嚟买啦，咁啊，报住我 Facebook 啦，咁啊，嗰啲咁嘅嘢嘅。啊，但系我哋就惊咧，呢两只咧系会俾人立咗啊，即系阿 Leo 就立住咗只。超四哥斯达嘅啊，超四格比达啊，咁我啊睇中咗呢只超四比达嘅，跟住我哋啊惊佢报价之后可能系俾人漏咗货啊，或者会俾人买咗啊，咁啊索性嗰日咧喺佢未标价之前咧就拎过去问佢老细吓，跟住啊可唔可以依家即刻买啊？你几多钱啊？咁啊，跟住一番讨论之后咧，跟住我哋达成咗条件啊，跟住佢就叫我哋啊，你自己噏个价啦，咁啊。跟住之后后屘噏个价系50蚊啦，啊，即系当俾佢赚啦，啊，即系其实呢啲真系，啊，要平嘅话应该30蚊左右都有噶啦，其实，啊，即系你都唔好话淘宝嗰啲啦，啊，啊，话晒系我哋想要佢件货啊，跟住又想人哋未标价之前就买到啊，咁啊比贵少少合理嘅，啊，不过咧。买咗翻嚟之后，我发现咗一样嘢啦吓，啊，见到啲胶水渍啊，啊，即系应该咧条尾就应该有断过嘅，咁我老细可能揾咗翻嚟之后咧就黐翻佢咯，系啦，咁啊呢度就有噶啦，啊，反正你又唔会拎住佢条尾嚟食啊，又唔会剩嘅，我谂啊，一个正常人啊。你买咗个翻嚟都系摆嘅啫，应该你又唔会望住个啰柚嘅，啊咁正常摆你前面咁，啊影响不大嘅，可以接受啦，啊不过如果咁嘅情况底下，咁样收咗50蚊系的确有啲唔抵嘅，我觉得啊，所以下次咧要揾个老细咧理论一番啦，啊跟住咧就系，是，你啦，啊呢，這个男神比古洛嘅扭蛋，嗱呢个系 VS 系列啦。上一套好似系有布洛尼嗰套啊嘛，呢张废嘅，啊呢张先系，就系呢套啦，啊有呢个超三悟空，跟住呢个超蓝比古洛啊，跟住有超三唔天克斯，同埋呢个黄金飞利嘅，我想噏呢个几金飞添屌，玩得多多 can battle 啊，咁啊睇下先。哦，又帮翻你个 UDM25 卖广告啊，咁啊系最近出咗噶啦，我都有少少兴趣想买嘅。咁但我见到佢呢套咧，佢系有两个悟空啦，一只系超一，一只系超蓝，仲要系同一个帽啊，同一个动作啊，真系个头转只色嘅，所以我好唔想买一套俾佢呃啦呢个。跟住之后有呢个杜拉格斯同埋超三比达。跟住有拳王同埋个锤虫咯，系啦，咁一套6只，好啦，啊，讲翻呢套啦，
咁啊呢套入面咧，我真系对个超人比古洛有兴趣嘅啫。啊，即系金飞就真系算啦。啊，一超三唔天黑斯就我始终觉得佢系贪玩啊咁啊，即系个剧情上令到我唔中意佢啦。咁啊，唯一就可能有机会系想揾埋个超三悟空咁解，但系咧我就见到佢张图已经唔掂啦。啊，嗰个样系好唔掂咯。啊，总之系好唔掂啦。啊，咁啊，虽然话喺呢个咩一分钱一分货啊，咁但系即系你都要考虑下接唔接受到噶，真系。咁啊，买呢只嘢咧，咁啊又有个古仔讲下啦。咁啊，事关咧，我哋去嗰间咁嘅嗰间应该叫咩咧？系咪商场定系应该叫咩好咧？啊，咁啊，因为嗰间嘢咧，平时就卖开啲小朋友玩具啊，跟住就。有啲文具之类嘅嘢嘅，咁嗰间嘢咧就上楼上就有啲健身用品嘅，系啦，即系你系澳门人应该都讲得几明显下呢样嘢啊。咁啊喺呢个高士德区啦，啊高士德区有文具啊，有玩具啊，跟住又有健身器材嘅话，我相信应该你都估到系咩噶啦，吓应该咁样握住啦，系咯，咁样顶住个底。好，唔错。咁啊，至于点解会喺嗰度买咧？因为嗰日我哋见到佢定价咧系非常之平啊，佢好似系咪23.9定唔知24.几啊？总之25蚊留下嘅。咁但系呢一套嘢咧，即系一套四只啊嘛。咁啊，我见过好多一啲地方咧都系卖90几蚊嘅，最平嗰间好似都要90。咁平均计翻你每隻都系20几蚊，但人哋一套价喎，啊，跟住佢呢度揾咧就可以揾到一隻单买就20几蚊，啊，咁我觉得真系抵好多啊，跟住收尾又问翻 Leo 啦 ，Leo 话佢见到张单咧系写住美少女战士扭蛋嘅，嗱，咁啊似乎系佢应该系列错咗啊，打错单。咁啊，我都唔好意思噏佢名啦，呢啲地方系咪？哎呀，搞到人哋啲员工啊，受到啲唔知咩对待啊，唔好啦吓。咁啊，所以就啊，静静鸡就咁买咗佢翻嚟先啦。OK 啊，都系呢只啊，呢只个样靓好多，即系比起佢第一代啊，或者前面嗰几代啊，又或者佢今次呢代嗰个悟空啊。个超三悟空个样真系唔系好得咯，我觉得啊，咁呢只 O K 嘅，咁啊略嫌佢只手如果可以抹翻大少少或者对称啲咁好啦，啊咁跟住咧就系、是、你啦，吓唔使走啦，啊睇下搣唔搣到先，啊都系搣啦吓，以示证明吓、啊，以示证明当时我系几多钱买翻嚟嘅，我有好多盒我都冇搣到个价钱啊，咁啊就系、是、呢套。啊，对翻招埋嚟先啊！呢、这个先系主角啊！咁啊，呢度有男神悟空啦，吓、啊、有奶嘴比达啦，跟住有呢个 copy 啊，复制比达啦，吓、啊、跟住阿扎啊，阿扎阿扎库啊，跟住有拳王嘅随从啦，啊同埋拳王嘅。咁啊，开头咧呢套我原本系以为拳王会系最多人个数量要求系最多啦，即系最多人会抢啦。点知咧，即系啊，因为我呢盒我系喺嗰个。中星广场嗰 All Blue 啊，吓喺嗰个四眼妹嗰度买啦，吓咁啊同佢倾过偈嘅，咁佢有讲翻咧，呢一套入边系个拳王个随从啊，系最多人买嘅，因为佢做翻嗰个效果嘛，就系、是、一只拳王隔篱有两只随从啊嘛，所以啲人就变咗系要买一套嘅话咧，咁就要买多一只随从，咁佢就要揾单买，揾唔到咧，佢就要买多一套，系啦，即系我觉得呢啲真系爱嚟噶吓。即系为咗呢啲爱咧，即系不惜呢个财富啊！啊，即系唔理使几多钱啊，都要完成呢一个效果啊！即系我系非常之敬佩佢哋嘅，即系我啊做唔出啦！啊，我冇咁嘅财力啊！即系假设有一日如果我有咁嘅财力嘅话，都可能会考虑下嘅。咁但系你要考虑下喎，如果当你买晒之后啊，一啲想单买啊，想买啊，想就咁买一只嘅人咧，啊，你就会令到佢哋冇得买噶咯。啊，所以呢个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啊！当你有钱嘅时候咧，你要考虑嘅嘢系更加多。礼嘴，
嗱，咁翻呢一套啊，假设如果你哋冇人知的话，咪又系呢个龙珠超嘅故事啦、啊、相信好多人系冇睇噶啦，已经、啊、因为觉得佢呢啲日常篇啊，呢啲搞事嘢咧，已经冇咗以前龙珠嘅感觉啊嘛。啊，即系就讲翻柯布嘅时候婆啦，嗰日同佢倾，佢都话佢冇睇啊。咁啊，其实就系、是、啊，去咗第二个星球咯啊，跟住就。嗰度有一个叫做超人水嘅故事，系啦。咁嗰只超人水咧，就有个传说话可以令到人哋个能力啊增强百倍嘅，咁啊，所以好多人都慕名而来咁样啦。跟住嗰度就原本系俾人封印住嘅吓，咁啊，但系嗰啲人就想去攞个超人水啦，所以就啊解除咗个机关，机关系啦。咁啊，所以就从而就释放咗只怪物出嚟啦，啊，咁啊，所以所谓嘅怪物就系其实嗰超人水入边嘅嗰一笪嘢啦，吓、啊，即系可以吓、啊，可以复制人哋能力啊，嗰一笪嘢啊，啊，即系所有人俾佢吸收咗能力之后咧，跟住佢就会慢慢消失嘅，系啦，跟住取而代之就会令嗰旧嘢就越嚟越强啦，啊。原本系吴天克斯系啦，啊吴天同阿杜拉格斯就过咗去啊，跟住之后就阿比达就过去救人啦，谂住啊，啊点知搞到后边咧，啊自己都俾人哋复制埋一份啦，啊一个唔小心啊，又俾人哋成个吸住啊嘛，嗰下有啲似布欧咯，又系，即系布欧嗰个吸收能力啊，吓、啊，咁啊当其时就系咁样俾人吸完，咁啊有个复制比达啦，啊咁、那个复制比达就。开始吸收咗佢嘅能力啦，咁然之后佢原本呢个比达呢就准备消失㗎啦，慢慢咁样越嚟越透明咁样啦，咁呢个时候嗰阵时就有一个方法啦，如果佢想拖延时间啊，唔好咁快消失呢，就要被迫含呢个奶嘴啦，係啦，咁当时咁梗係佢梗係唔肯啦，咁但係因为嗰阵时呢发生咗一样嘢，就係悟空过到嚟係同緊个复制比达打，系啦，咁啊呢个原本呢个比达咧就想睇埋嗰个结果，所以就啊即系放低呢个自尊啊，都要含住呢个奶嘴睇佢哋打到尾。咁啊后边嗰度就有啲已经啊有啲胡闹啦，所以我都唔想讲啊吓。咁啊有兴趣嘅自己再搵去睇下啦。即系你搵呢个《龙珠超》嘅超人水篇啦，应该都会搵到噶啦吓。我哋细心啲望翻只嘢啦吓。开头原本呢套出嗰阵咧，我都有谂紧买唔买嗰个复制比达嘅，但系真系见到唔靓咯，一笪嘢咁啊，都好似啱啱喺嗰啲地盘咧吓，一趴咗落去个地盘底，你俾人冚完，跟住起翻身咁嗰啲啦吓，或者啱啱打完泥浆摔角啊成身都系泥啊嘛。真系唔靓，所以唔买咯吓。咁啊，索性就净系揾呢只算啦。嗰阵时都系已经系超篇，系着翻呢个蓝色战斗服啦吓。因为佢之前系啊，即系龙珠超前段嘅时候系着黑色嗰件噶嘛。啊，嗰日都吓同阿石头婆倾偈嗰阵时都有倾到啦。即系有时其实真系唔系佢哋玩具铺咧，想特登逼你哋单，即系要一对买啊，或者一套买就冇得单买。因为喺佢翻货嗰阵咧，其实系 set 好晒一箱入边，咁啊可能即系每一件嘢咧嗰个配货啊配率啊都唔同啊，即系可能啊就一套啊一套呢啲 WCF 咁，嗰阵时就系悟空比达呢啲咧就会系多嘅，啊即系会有多出嚟啦，即系例如十件嘅有嘅话，佢哋可能系占咗四件咁咯，跟住就。相反一啲冇人气嘅角色咧，反而呢啲可能阿 Jack 呢啲咧，就可能佢哋惊冇人买啊，咁即使佢哋配率一样啦，可能每样两件都好啦，咁啊当如果呢啲卖得出啊，其余卖得出嗰啲卖晒之后，咁佢呢一件嘅话咧，就会砸住剩翻一只喺度，咁冇人买噶咯，系咯，所以呢一个都系可能我哋港澳市场嘅问题啦，啊特别系澳门啦，澳门系真系。专买一两样嘅人系特别多嘅，讲真啊，即系反而如果你翻返去大陆市场啊，佢哋嗰啲系就算啲啊嗰、那个嗰、那个
人气有几低嘅角色啦，佢哋可能都会有人中意，跟住都会卖得出啊。你香港嘅话都或者会多啲游客会去睇，会去买啊嘛。即系澳门嘅话，反而就真系少啊。啊，所以我有拍呢个澳门小周记咧，我就系想希望啊，有啲游客会见到啊，咁啊可以过下嚟澳门嗰啲模型铺帮衬下咯。啊，用心良苦啊，真系。好啦，咁跟住下面就我又逐只咁样摆个上转盘，咁啊大家就欣赏下啦。咁啊，应该就完噶啦。是咁，即系我两个盒都要冇晒位咯，咁你点算好啊？睇怕要买多个盒啦。